强命台风在菲律宾的中南部又再一次呢创起了这么的大的灾情。的确呢，穷人的家或者是还是无家可归的人，那我也很担心啊。那我们的大爱屋的地方，据说啊，到昨天为止，这帕洛的大爱村里，那么这一些的大爱屋啦，已经有一点进水，据说呢还会有更大的豪大，到底更大的豪大豪到大什么程度呢？很令人担心哎，尤其是这个台风，可能呢也会慢慢到马来西亚。我们现在在动员了很多人在那里救灾济援呐，就是坐镇在吉兰丹哦，跟当地所有的这个也有当地的分支会负责人哦，人人呐、都是很用心，那每一个和互协啦的慈济人呐、都这样的动员起，除了这受灾的自己家也受灾的都动员起来了，同时呢也影响到了这赈灾平安的人，也是呢投入了，还有受灾者呢，他们也穿起了志工的背心，也投入了。Rumah saya sekarang belum siap semua lagi, tapi saya semua bapak-bapak semua family datang sini mau tolong. Sebab semua orang dah susah semua. 这都是呢，这几天来他们的生活在一个收容所呢。那是雪隆所关怀的地方哦，这2000多人挤在一个大空间里哦，那这种生活品质啊等等呢，不知道是如何过哦。不过爱心啊，处处的大家呢共同汇合起来，台湾呢，我们大家也都是很用心。在赶着这相机饭哦，昨天呢、也已经300箱的相机饭呢，由马航公司免费空运哦，已经运达吉隆坡啦。那华航哦又要运送850箱呢到槟城哦。半价哈，那帮我们呢来运载，还有呢是这碗哈碗筷啦，那还有呢生活袋啦哈，这一切呢准备呢由华航呢运送到槟城，再由槟城呢设法到吉兰丹去哈。这都是呢要动员多少人啊，要多少爱心的这一份的花心力愿来扶助帮忙哦。那么呢台湾跟那些人不主席要安怎上呢，航空公司呢这种交通的能这样子的帮忙哦，腾出空间，知道呢急难救助的紧急性哦，帮我们来运送哦到槟城哦，这都是呢爱的能量啊，非常的感恩哦，也是感动，在这个时刻呢，人人的爱呀、实在是很感人，这都是。都是我们用心
这么久的时间呐、啊，人间菩萨呢，脚踏实地，这种叫行影哦，菩萨身影呐、啊，脚踏实地付出的哦，已经被肯定了，也互相大家愿意这样投入这样的帮助哦，所以我们平常。就要发大心立大愿啊，因缘到来时啊，我们呢真正的要身体力行去付出呀，平常呢要法要入心啊，那能理解呢，在现在的这样的五浊恶世里啊，苦难偏多，需要很多的人间菩萨，所以啊，一直跟马来西亚一直跟他们提起要人间菩萨招生啊，所以他们就会很开阔的把实际的精神理念街头巷尾哈。他们、啊、都可以呢去做劝募，不是要劝募钱，总是呢这是一种化缘，要不然的话佛陀时代啊，为什么规定的这僧团呢一定要严门托钵呢？那就是要让这个每一家庭都能了解到，这是修行的团体，是觉悟者的团体，他的道理是要教育人间如何呢启开心门，好，那收纳佛法，这都是呢就化度人间的方法。希望多一个人的一个心，这个心力呢能汇合起来，上达诸佛菩萨天龙护法厅啊，因为呢人间都是善念的人，所以我们要人间菩萨招生，其实用意都在这里，希望呢人人啊天天看到人就要说好话，介绍的慈济在做什么、啊、多少的好人，多少做好事，也希望一个一个来投入、哦、这样做好事起好意的人说好话、啊、一切都要说好话，所以期待我们呢时时都要有这一份心。现在呢，慈济人那一边呢，在做看灾救灾，那也有一部分呢，去募人力。好，那人人呐、啊、来呀、啊，投入啊，来当志工，也看到了灾民哈、哦，已经有受灾轻灾的人呐、啊。他们呢也穿起了背心呢来投入啊，这都是呢期待人人发挥一份爱心，也看到了街头巷尾平安的地方呢，他开始呢捧起了爱心箱啊，这目的就是要跟大家人说哪个地方有灾难哦，我们人人呢要发挥一份爱心。这新加坡也开始动员啦、啊，看看这个跨国也要投入啊，这种的花心力愿，要有心愿呐、啊，才有力量。那无愿呐、啊，都无力啦。所以大家都是自发心愿呐、啊，在乎一哪愿一起哈，而且呢不喊劳累，总是呢这。付出看到了，他们得到了帮助呢，为华喜、哦
哈，这都是呢奇妙的菩萨道啦。我们呢，真正的要精进用心啊，那要如何呢来救人？如何把我们的心呢缺了法？我们现在呢要吸收法来丰富我们的心。心思哈，我们的心念，我们的思维，应该改变过去的太自私的习气，丰富了我们呢的爱心，等待呢因缘来时啊，菩萨所演缘苦众生就可以付出啊。